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泽清，好久不见了，我这两天都一直没有更新视频，不是我懒了，是因为，我最近复工了，然后每天下班到家差不多都9点10点了，所以再收拾一下就比较晚了，就没有时间剪片了。后两天我打算把这两天拍的视频都剪一下，然后尽快的发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有点变化呀？因为这个季节3月份、4月份就是又开始犯鼻炎了。我有过敏性鼻炎，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的难受啊，打喷嚏，然后刚刚又打了，连着打了7、8个喷嚏，就是晚上睡觉之前也是特别的难受。这两天工作有点忙。然后你看脸上起了好多痘痘，我就把它理解为青春美丽痘吧。瞧我会不会做安慰呀？就每次就是过一段时间，我都会就是脸上冒点痘痘，过两天就消了。明天还要去单位上班，还好。现在又快11点半了，大家现在应该都复工了，肯定明天都要早起去上班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晚安。